أهلا وسهلا بكم مشاهدينا الكرام في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البرنامج الوثائقي توقيت فوجيان الموسم الثاني.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برنامج سنصطحبكم معنا في رحلة إلى مقاطعة فوجيان الخلابة لنتعرف معا أكثر على هذه المقاطعة وعلى ثقافتها العريقة. في محافظة تاينينغ في فوجيان، الطبيعة خلقت منظرا مميزا وجميلا وهو الصخور الحمراء على المياه. قبل ملايين السنين وعلى هذه المنطقة المائية تراكمت الصخور الطبيعية لتشكل أعجوبة، وهذه هي بداية الصخور الحمراء على المياه في الصين. هيكل هذه الصخور المميزة جعل تاينينغ تحتوي على آلاف المناظر الخلابة، وإلى يومنا هذا يعتبر هذا المكان بصخوره الحمراء مكانا ذو ميزات صينية شرقية. دعونا اليوم نذهب إلى تاينينغ ونتأمل جمال الصخور الحمراء على المياه.我文字。对，文字。是摩斯密码。我要骑到马比这个大很多。这边。吁。走。他怎么不走？蹦迪的鱼。包起包起。哇，花灯。我们许个愿吧。年年有余。年年有余，有好运。 在来泰宁之前，我们就听说了很多关于泰宁的形容。那里是中国丹霞故事开始的地方，是一脉皇帝赐名的水土，有一段灿烂的科举盛世，一方野性的山水，一座保存完好的江南名城，还有一群淳朴好客的芈月移民。 我期待和所有这些船文相遇。泰宁哦，金雕琼台哟，泰宁的帅哥哟，个偏身咯。 乘坐竹筏游弋在九龙潭上，目光所到之处都是一抹最具东方代表的丹霞红。烧工师傅说，这里有国内最罕见的水上丹霞奇观。这里好漂亮啊！请问这个地方有多少年了呀？这个丹霞地貌已经430万年了。 430万年，以前这也是片汪洋大海，在430万年以后，随着地壳运动啊，泥浆挤压，慢慢延伸起来的。哇，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造就了这无奇不有的景观。亿万年前，剧烈的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为泰宁带来了一系列红色盆地。此后，经过喜马拉雅运动，地壳抬升，流水侵蚀。 逐渐形成了眼前这壮丽的丹霞地貌。师傅，为什么这里要叫九龙潭呢？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九龙潭，它这是在航拍中啊，有九条蜿蜒如龙的山泉七涧注入全塘。九在我们中国是阳氏最大，形容最多，取名为九龙潭。像龙的那个身子一样，是吧？ 像龙的身子一样啊，蜿蜒如龙。这里很壮观，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让我们和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你会觉得你被整个山水包围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很渺小。岩壁上长了花呢，对，长了很多白色的花。这个百合也是一种药材。 我们挂那个葡萄糖里面都有加百合。你看这一排大小不同的岩洞，我们称之为仙人比竹。仙人比竹。
你看这个大的就好像铁拐李的大脚，那个小的圆通就好像和仙姑的三寸金莲啊！啊，这叫八仙比丘就各显神通嘛，哈！我怎么看都像知识。<笑>看一下这个像什么？这个像。 芒果，<笑>豪华包间啊！豪华包间，水上阁楼。哎，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一天要说无数个鬼斧神工，就是这个词语。哇，这个就叫波光粼粼哎！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 我发现这个类的坡都是斜的，斜线天，这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给我们撑开了一把巨大的雨伞。鬼斧神工成三，好安静的感受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鬼斧神工成四。初到泰宁，九龙潭已经如此迷人，不知道接下来的旅途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我们的交通工具从小竹筏换到了大游轮。 为的是一览大金湖的美景，最炫目的红和最浓烈的绿，让整个大金湖像一幅丹青画卷。我们现在在大金湖上面遨游，今天一定要快乐，因为我们带着我们的中国丹霞游集，然后来寻找一下拍摄这些美景的老师。来，我们来看一下。哇！哈啊！哇！ 吓坏我了！我说怎么了？以为他说只有一本。哎，找到了一封信，还有照片。哎，这是邮票设计者杨文清先生与摄影原创作者相聚在泰宁的首发签名处，那应该是刘师傅。刘大师在哪儿呢？ 我们手上这本泰宁风光的纪念邮册是游览泰宁的旅游指南，一会儿拍摄他的摄影师会在著名的大赤壁景点等着我们。是刘老师吗？应该是吧。刘老师，我们带着这个来找你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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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呀！ 你好，你在拍什么呀？我现在正在拍这个大赤壁。这个里面有吗？有，你放一下。这个吗？对，大赤壁。哇，鬼斧神工。那这里面呢，还暗藏着很多有趣的信息。比如，从文字上来找一下，有两处。文字。文字。对，文字。 是摩斯密码。你看啊，单人旁那个三字，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我看见了。仙人的仙，哦，仙字，哦，仙字，仙字，对对对。还有一个字，你再找一下，那个许嵩的嵩字，不对，那就是嘛。这个是像草书里面的兽。 哎，叫做仙寿山。你如果美女站在仙底下拍照，你就是仙女。啊？<笑>那今天的话，我可能全程会带你去看更美的山水。好，谢谢老师。那我们走吧。这真的是在山中，切个小门呢。凉爽，你看。 哇，这种柱子顶着的，这个就是一柱插地，在洞穴里面建造的吧？太厉害了吧！这个庙的话，它其实上有个故事。我们泰宁出现过两个状元，其中一个就是姓叶的叶祖洽，当时他的母亲来这里娶客宴，然后24岁以后叶祖洽考进了状元。 他就请了宫里面的建筑师来这里进行建筑的。然后这个岩穴又是这样子的，那怎么建呢？他看着我们原来有挑担子的人休息的时候，有个棍子撑着。
就这样给它起化，这个原理，原理然后建起来了。啊，850年前，为了建造这一座悬空寺，古人把地理劣势变为建筑上的优势，采取一柱插地、不加片瓦的设计，用一根大柱子撑起了四幢重楼叠阁的寺庙。整座寺庙全部采用木质结构，没有一根铁钉，但却造就了如此惊险的美。啊！然后现在我们过去找一个最好的角度，拍摄一下甘露寺，做个留念。جولة في القارب على سطح البحيرة الذهبية اللامعة وعلى الجوانب الصخور الحمراء المذهلة تجعل الزائرين يشعرون وكأنهم في أرض الأحلام. هذا المنظر الجميل جذب العديد من الزوار وأسهم في نشر اسم محافظة تاينينغ. نشكركم على حسن المتابعة. أما الآن سأصطحبكم معي في رحلة إلى مقاطعة فوجيان لنستكشف ونتعرف معا على هذه المقاطعة عن قرب. ابقوا معنا لتشاهدوا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برنامج لين في فوجيان. مشهور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واليوم أنا موجودة في محافظة شونينغ لأتعرف على نوع خاص من الخزف اسمه وودين. هذا الخزف يعتبر من التراث الثقافي الغير مادي لمحافظة شونينغ، وسمعت أنه جميل جدا ومميز، فاليوم خلينا نتعرف أكثر على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خزف ونجربه عن قرب. يلا. نيهاو.哎，你好，您是馆长吗？啊，是，我是乌金陶馆长叶立成。啊，叶老师好，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边的陶瓷啊？嗯，可以，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乌金陶，对。乌金陶，它跟别的陶瓷是不一样的，是吧？不一样的。这个乌金陶呢，暂时在我们中国是只有我们寿宁县这边有的，独有的一个东西。独有的一个。这边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乌金陶的一个技艺流程。啊。对，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乌金陶原矿石。的原料主要就是用这个石头，然后加上别的一些矿物质去调，对，炼泥，炼泥炼完以后就是变成像这样子，对，这个是钢了，拉成这种胚体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制作工艺就是雕刻，是先要雕第一遍，把字你想要的字给雕上去，雕完以后呢，我们要喷上一层乌金釉，像这里，对，第二个步骤就是。把不需要的部分的釉给重新刻掉，那这个的话就比较难，因为我们要悬着手腕，悬着手腕去雕，我们手是不能触碰胚体。烧出来以后就变成这样成品，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可以摸吧？对，可以，这个可以。然后这个是烧出来的成品，它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哪里？它是所有陶器中敲击的声音能达到金属一样，听到没有？对，一般的陶器。敲出来的声音有点像塑料声，那乌金陶的不一样，不一样哦。然后我要先帮你固定一下，我们玩之前哈，两只手也要先沾水啊，对，打湿。我们要先把泥土固定在这个机器上，不然的话它会跑掉。哦，因为太软了。انتهينا من تجربة صنع الخزف وودين. بالفعل شعرت انه هذا الخزف مميز وبيختلف تماما عن انواع الخزف الاخرى في الصين، حتى الالوان مختلفة تماما، وايضا شعرت بحب اصحاب المهنة او المعلمة لهذا الفن وللخزف، لهيك بكل قطعة فنية بتشعر انها مصنوعة بحب وبشغف. جميل جدا.